你一共能挣多少钱啊？350亿美金。我干嘛？今天到我为什么要跑？因为我讨厌你，讨厌你的一切。你在我阳台干嘛？我爬上去还不行吗？什么？我爬下去吧，还是？滚！我到哪？你就在哪？你那么烦我，干嘛来找我？我只是讨厌你的脑子笨，说话没逻辑，做事情欠条理，其实是犯糊涂，喝醉是更糊涂，家里脏得像猪窝。那就是说你喜欢我，对不对？啊 ？Every morning out my window。我是一个普通人，我没有办法达到你的高度，怎么办？但是你很特别。反正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一直陪着谁，我也不太需要。123找我了吗？原来都是我挺讨厌的人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还是挺难过的。